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墨，切到电脑上。好，各位那个剪刀呢？他们有剪刀胶水吗？好，好，各位各位现在哈，你的小朋友拿开这个有没有？拿这张起来看哈，各位在电脑上看到的这个墨笔乌苏带这一张，难道你有看到有剪刀的痕迹有没有？你拿剪刀起来，把它剪掉。好，各位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哈。各位就是拿这张纸出来，然后你沿着这个，剪刀的痕迹剪掉的话，你会产生两条纸带，有没有？一个上面有一个虚线的，一个会有两个虚线的。先把它完成这个步骤哈。好，各位剪完了之后应该会有两条哈，一条是两个虚线的这个。那一条只有一个虚线的这个哈，只有虚线的那一张拿出来，然后你要把它绕过去哦，那个绕过来，你的胶水要拿出来，绕过来，然后要转180度，然后让胶水让这两个虚线贴在一起，变成一个类似这样子的，这个叫墨笔乌丝带，那你要用胶水把它贴住哦。虚线的位置要让它连，稍微连对齐一下哈。那之后就放着，把那个两条虚线的也拿起来，也是绕了一圈，绕了一圈之后，然后把它用胶水把它折起，把它连起来。你发现两条虚线被接起来有没有？绕一圈就好哦。绕一圈之后，然后让。把它用胶水连起来，因为我要等胶水干嘛，所以把两个都一起做了。接下来你就要拿一个剪刀，都做好之后，拿这个一条虚线的，这个比较薄的这个一条虚线的剪刀拿出来，你先把它，你就是把它对着，沿着虚线把它剪开哦。你先把它剪一个洞，虚线那边剪一个洞。然后沿着虚线一直剪过去哈，就说中间那个虚线有没有？你沿着这个虚线一直把它剪过去，把它剪到，沿着虚线这样一直剪，看到最后产生什么情况？你有看到虚线就把它剪过去，不管是正面或背面有虚线的。好，你会发现到最后剪到原来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一条虚线呢，你把它剪开，这个圆圈变大了，有没有？那各位能不能发挥想象力一下，如果有三条虚线的时候，应该是什么？三条虚线的时候，是应该要有四，哦。三条线的时候应该是什么？几个？先说几个圆圈？四个圆圈吗？两个？还是一个？一个特大的圆圈？三个吗？你确定？回去，这是回家的作业哈。你回家拿一张纸，最好要拿报纸，画三条虚线的。三条虚线不是很苦恼的意思哈，是叫你，不是三条线哈，是三条虚线。三条虚线的时候，你把它剪开，看是有多少个圆圈哦，有没有绕在一起哦？四条虚线呢？五条虚线呢？六条虚线呢？你回去做看看，看能不能归纳出一个结果哈。接下来要介绍是中国的一个游戏，叫象棋。那象棋里面最重要的一批动物就是马。那各位小朋友哈，会来上课的各位小朋友，可能有去上过那个象棋班有没有？你如果去上象棋班，他是从几级开始给你晋级的？从30几，对不对？32、9、28、27、26吗？围棋是这样子，我不知道象棋是分成多少。他为了跟你们收比较多的学费，所以把围棋分成30个等级。你一开始就是30几，接下来就是28、29、29、28、27。
那象棋也是哈、哦，那象棋要进入一段啊，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测试啊，就是现在我们要讲的这一个哈、哦，也就是说你如何让一匹马可以走半张的棋盘。好，马是走什么步啊？各位小朋友，马是走马步吗？马是人是走人步吗？马是走字步哈、哦。好，那我秀给你看，各位看电脑、哦。好，开始，这是我们象棋棋盘的一半哈、哦。马如果放在这边，马是走字步，所以你要画一个字，所以接下来它可以走到这边，它、啊、也可以走在这边，啊，这样就走了一步了，对不对？那再走一个就走两步了，再走一个就走三步了，走过的地方不能再走，啊，没有拐马脚的问题，只要是日步它都可以走，像这样子就走了七八步了，有没有？所以你发现这匹马起先很年轻，很会跑，有没有？可是它走越久之后，你发现它越没有地方跑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有给你一个纸张，有没有？这个纸张，哎，这个纸张上面的是9×5的，有没有？然后你也可以点这里哦。我们纸张有三种规格，这叫9×5的，然后这个是4×5的。然后你也可以选这个5×5的，各位拿一支，最好是拿铅笔哈、哦，你拿圆珠笔就代表你一定读建中都不会涂改的、哦，各位要拿铅笔，你中间会有很多涂改，最好也要有橡皮擦哈、哦，啊，你尝试从4×5走完了，再走5×5走完了，再走9×5的哈、哦，啊，要每一个都走到才算成功哦。最后一个活动介绍一个，这编号是艾希尔91号的甲虫。那你现在看到这也是他画了一个版画啦，就是这两只甲虫在那边爬来爬去。然后我看一下甲虫的，他怎么去把甲虫当成可以当瓷砖呢？好，他用的骨架是一个应该是正方形，做了一个倾斜啊。啊，这是我的学生很早很早的一个作品啦、啊，哎，很早很早就是2年前而已、啊，因为我们这100多个都是在2年内做完的啊，这是算很早期的一个作品，所以这只甲虫可能脚不会爬，翅膀会张开而已。好，甲虫应该是左右对称的，所以你发现它左右割法是一样的，割骨是一样的。好，所以它，哎，平移哦，它。右下平移到右，哎，左下平移到右上，所以它两边是平移的，有没有？平移这是最简单的。好，你有没有发现它越来越像甲虫了？甲虫是叫金龟子啊，还是不是？是吗？甲虫是金龟子吗？还是不是？我都不知道，糟糕。哦，金龟子是甲虫的一种，哦，甲虫更广啊、哦。好，那各位注意看哦，有几种颜色甲虫？你家的客厅只要2种，因为它是正方形拼的，2种就够了。啊，有一个很有名的定理叫四色定理，就说你这种复杂，只要4种就够了。啊，一般常常镶嵌的不需要到4种，3种就很了不起了。好，有一个绿甲虫，有一个橘甲虫，有没有？好，它的蜜盒只有一种蜜盒，因为它是对称的，所以告诉你一种就够了。好，你看它甲虫就是相间出现，就橘旁边就绿，绿旁边就橘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单纯的配色。
可是太多甲虫看起来好像也不太好看，所以你发现镶嵌的图形哈不见得好看，因为太密密麻麻了。只是说它很神奇。好，这是艾雪画的甲虫，这颜色也很褪掉了。那我们播放这个是为了做一个，再做一个，骗人的游戏哈。我们看一下。好，你发现这个读心术，这是甲虫扮演的哈。你发现这个有坐标，啊，坐标，各位小朋友可能不知道，底下的一二三四五。啊，垂直的一二三四五就坐标，这个是许教授就是我的读心术，读心术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可以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叫读心术的意思哈。那怎么玩呢？你发现你拿滑鼠起来点一下我的 Q 版图，你会发现它有什么改变？你发现那个橘甲虫跟绿甲虫会变化，对不对？它随机的啊，你点越多下的话它越断啊，你点了很多下之后它断掉可以，乱了太多了。好，那你拿游标来点一只甲虫啊，我们点四三那一只甲虫，这个四，然后这个三这只甲虫，你点下去哈，它都是绿甲虫会变橘甲虫哦，它都橘甲虫会变绿甲虫，现在是绿的嘛哈，我们点下去会变橘的。那我们把游标移开，假设刚刚的过程许教授都没有看到，你点的 Q 版图包点了几百下我也不知道啊，你到底点了是哪一只我也不知道，那我能不能猜得知道你刚刚点了哪一只？比如说我就来猜了，我认为你刚点的是二三啊，这样是错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猜说你，因为你刚刚点的是四三嘛，我认为你点了二三，我就把它点下去啊，我貌合神离啊，因为我没有办法猜中你心里想的。可是我如果说你刚点的就是四三啊，那我就心心相印，你有没有？好，这个读心术就是这样子。那有没有哪一个要来让许教授读读看他心里在想什么？我叫美女啊，你们不行啊。这个妹妹也不行，我还是请主任好了。那我要躲起来，那主任请去那边抓住滑鼠，我先看你会不会示范哈。那点一下教授的 Q 版图啊，还没有，这样还不行呢，我先握个手我才办法读你的心的这样子。好，那你就点我的 Q 版图哦，为了说我没有偷看，我就走远一点点。好，请主任点到 Q 版图，慢慢点，要点几下都没有关系，点到说可以了就跟我说 OK 了哦。好了吗？好了。你点了一只甲虫了吗？大家都有看到吗？有。不要讲哦，不要讲哦。好了哈、哦。游标移开了吗？移开了。好，那许教授就要来猜，看他刚刚是点了哪一只甲虫喽。你们不能讲啊！当我越靠近这个主任的身边的时候，我就越容易知道他点了哪一只甲虫。啊，所以越接近他，感应越灵敏。他刚刚摸过了滑鼠，一摸就知道他点了，应该是五五这只甲虫吗？好，想知道，好，告诉你吧。颜色。各位注意看哦，你点了我的 Q 版图，不要以为它是随机的，你若认它随机的，就中了许教授的计了。你注意观察一下。点了 Q 版图，虽然甲虫都有改变，它有没有什么规律？重复啊？什么叫重复？重复的意思是什么？各位如果可以发现的话，代表你也要离乡背景了。这真正会发现的人，就像可以离乡背景了。好，各位有没有发现什么规律呢？这大学生应该要发现才对啊。那个什么？好，那各位专心看绿甲虫就好，
专心看绿甲虫，因为反正绿甲虫的旁边就橘甲虫。绿甲虫有什么规律？只要看在一起，不一定啊，也有一只单只的在这里啊。绿甲虫有没有什么规律？好，那各位注意看，绿甲虫每一排跟每一列有什么分配？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排这里有五排，对不对？还有五列，每一排每一列绿甲虫一定都是什么？都是偶数嘛，对不对？都是没有，要不然两只，要不然就四只，都是偶数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发现？好，现在你看这一列就两只，这个就两只，这两只，这个两只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是两只，这个没有，这两只，这两只，这两只。好，每一排每一列都是偶数，对不对？那主任若点了这个五五，你注意看哦，五五的话它就变了，对不对？哎啊，第五列就变成甲，三只，第五排就变成一只。所以我要检查哪一排是奇数的，哪一列是偶奇数的啊？它们的交叉点十字路口就是主任点的，所以这是告诉你坐标。所以我要走那么远，不是为了去躲起来，是为了有时间来反应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演讲就到这边，我们内容很多，没有办法全部讲完，所以只能蜻蜓点水，我们就麦克风交给主任好了。这个从来没有这个怎么说被耍还这么开心，终于知道为什么。各位今天真的是物超所值啊，你带回去的东西可以玩一整个学年都够哦，每天玩一个，然后我可以玩好久。那我们非常谢谢许志农老师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今天的内容。那请各位牵一下您的手，我这边有一个感谢状要颁给我们许老师，谢谢。